Hello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户外小徐。然后咱们开始绑钩子了，两圈没钩子，两圈没的这个串钩啊。然后咱们现在开始绑了，看看兄弟们，这钩看你多长啊，这个线。一直到那头，绑到那头了，全都是钩子。然后咱们这个抬钩啊，正在准备工作当中，抬多少钩子？先适应一下，怎么样？先绑150米的线，100个钩子，100左右个钩子，先看看怎么样，什么情况？咱们现在正在这个主线连接子线，先绑一根副线，就是比这个主线稍微细一点的，防止它缠钩的，然后再绑一根子线，这样的话这个它就不会缠到这个主线上了。你们喜欢钓鱼的，逮鱼的，可以看一下老弟的作品，可以关注我一下吗？然后每次去逮鱼的时候都会直播给大家看，也挺好玩的，带你们体验这个捕鱼的乐趣。然后这个绑钩子确实挺麻烦的，我就自己享受了，然后等逮鱼的时候就给你们开播。谢谢大家的观看喽，给老弟留个小红心好不好啊？